此因其三智九众生所动精心展开第一智门，掌上明智光说大千世界，智慧因力吉祥云中，为愿菩提故众生做大真明功德，大悲大愿大圣大智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尽尽上，高丽天宫神通并地，如是我闻一时活在道理。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待机，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无作而实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药护刚强众生诸苦妖化各见识，闻讯是真实是如来含笑方百千万亿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令大智慧光明，大波罗光明令大三昧光明，大吉祥光明令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令大赞叹光明，王住世中不可说光明领地，由此种种微妙智，所谓檀波罗蜜、十波罗蜜、因禅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因慈悲因悉受、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十字佛因大势智慧、因力因大因力、因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杀不世界及他幻国，有无量一天龙鬼，以及大道立天王，所谓十天王天道立天西炎魔多帅多天化罗天他化自在万众天万古天大万天少光无量光天光明少尽天无量尽天边尽天无生无外天光国无相天无幻天无乐天善见天三现天所究竟天摩悉娑罗天乃至回向回回向处一切天中龙中归神等即来即回复有他幻国即杀不世界海神将和神书神三神地转作神庙家神诸神一神空神天神阴师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即来即忽悠他幻国土即杀国世界诸大鬼所谓欧木鬼丹气鬼王丹金气鬼丹太乱鬼王心病鬼王所度鬼痴心鬼王不利鬼大爱尽鬼王如是等鬼王即来即何事释迦牟尼高文是十里花王之菩萨摩诃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即天龙鬼神知世界他事知国土他国土如是尽来即道道立天者如是是佛闻是是离不佛是真如意我身离清净者度不能够佛高闻是是无一佛眼观故又不仅是此即是地藏菩萨救眼界一度当度未度一成就当成就未成闻是是离不佛是真无一过即就修成根真无爱之闻不所即当心所消构成天龙八部即未来是诸众生根随问如来真是子彼外一佛受是品受未免心方未厌时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者何行离合何能成就不是一时佛告问世时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刀马只为三世为真一无一失则一横一横得杀一杀一劫一劫之内一生一劫一劫之内受几成今从为劫地藏菩萨真是地国为宜千倍多以上以佛光地藏菩萨在上彼至国地问世时离持菩萨为圣时不可思议多未来时有善男之善女问世菩萨名佛赞叹后赞礼佛称名后功乃至才华过路书记行十人当多百万生一三世三永不多偶大闻世时离持地藏菩萨摩诃萨一过去九言不可舍不可受解成为大藏可知时时有佛号时至闻心即住万行路时藏作时前后相报前后庄严言问彼作何恒言而得此时时至闻心即住万行路高藏者正义正此身当即九言读一切受故众生闻世时离持藏者因花言言我仅仅未来即不可及为是追不六道众黄说黄边金令邪而我自身黄正佛道一世一彼佛见第四大一经百千万那由他不可舍解三位菩萨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时有宝业皆化天自在望如来彼佛说明持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香花之中有一佛罗门似乎身后众受行行住坐卧诸天位其目行邪常行善时时生离光受黄前六其目令圣正见而知你未见圣心不救民众浑身都在无间地持佛罗门你注目在此不信因果即当随彼生而其随卖家在黄秋香花即住空地现佛大师大信奉前罪化天自在望如其性相在一时中俗化为龙锻炼彼持佛罗门尼瞻立尊别生尽量是自怜佛命大结局一切智都在世时佛目时当来闻佛彼自持持佛罗门尼吹气量瞻念如来无闻空众生即作神尼无自别爱无尽时如目自起佛罗门尼合掌相空而不空也是我神观我有离我自是目已昨夜一念无自破慈目神
生皆是空中有，再报你愿我是如舍战地，我其计划天子在万如，见如一目别一常心中圣子，不来告示婆罗门，闻此声一即圣子普知皆皆生左右苦，两九皇十二个孔，愿我持名时说阿目神，我今身心将是苦，是计划天子在万如，告示你也如供养，按照还手端坐是为我之礼，即当祖母说圣起，是婆罗门你心地佛，即归其手一一母，端坐连计划天子在万如，今日日一夜不见之身到一海，其水永归多之我手，今后铁身归咒海上，东西出之天之难之你人，百千万世出梦海，别之我手真气时，有见烈茶西信果，佛多时多言多知多脱口压外出，离人如天机主罪，十今我手护自佛解，多知相救其心晚，不甘就是持婆罗门，一念佛力不知难无，有一鬼王名夜舞，其手来一不胜你，三在菩萨何愿来，持婆罗门你问鬼王，持是佛持无度待，持是大铁为山西面第一重，神你问夜我问铁位置，第一在中是事实，无度大也是有敌，神你问夜我今因何都道义，无度大也多会为，其其也理会之而终不能到神你有，持虽佛言欧难用，多知罪人记忆我，无度大也只是言不提到我众生，心思执着今世是救人，无人及时为助攻，就把古兰生死有误散，当即本列所干敌，自然先度此，海空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不悲，彼海之东悠悠矣，其苦不悲，三里欧因之受造，空耗一海其处时，神你有闻鬼王无度，第一个在无度胆，三海之内是大敌，其实百千孤孤残，所谓大者即有此，只有五百孤独无，只有千百亿无量，神你有闻大鬼王，我梦时来为救不死，浑身当之火，回望闻圣你，菩萨之母在生息后行业，神你大爷我目邪，即为三宝守护战士，今入普君是罪之前，为之神持无度为，菩萨之母亲是何，神你大爷我不亡，即破罗门中不好失落神，母号也体力无度何杀其菩萨，愿圣者皆万本，无知有一别连一地，你罪你生天意，仅仅三日因成孝顺子，为母所共修，不是皆化天子在万如来塔，为为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见罪，持日悉得受，即通神即归望远，何当何退婆罗门，寻日蒙归无次时，便利解化天子在望如来他相持，离红时言言我今未来，因有罪故种，王说方便是令邪，佛告问世时，是贵王无土，当今才说菩萨时，佛论门你走及地藏菩萨时，浑身即为病敌，何时百千万里不可思不可依，不可量不可舍无量阿僧祇时，所有第一诸浑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一如来身离苦，可以方便一诸多谁都从一道出，一故有千万里那有他时，供持香花来供养，彼此同来等，皆因地藏菩萨教，永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次中等九愿劫，流浪生死六道所，常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光大慈，生死缘故苟后果，即知道理心怀勇，瞻仰如来目不展，二十时真实尽收，莫拜千万里不可思不可依不可量不可舍无量阿僧祇时，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二者是言无一无作佛，教化如是刚相中，临心调伏摄邪鬼，只有一有三恶习，无一浑身欠白，光说黄边或有理，闻即心说或有成，心前成就或有安稳，九化还归或有影，不生尽量都是等，终身各个差别，浑身独特或现烂子，或现逆人生，或现天龙身，或现圣鬼，或现三年传年或是千金的记忆，其皆独特或现天地，或现幻王身，或现专论王身，或现即时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在乎身，或现观世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一化度回丹佛身独现其如观无雷劫清苦独特如是等南华刚将最故种，其又未教苦，非也宝音多多无所大苦时，如当一念无在道理天，临清苦之临沙破时，知弥勒之事已，终身悉受解脱，永离诸苦亦不受，而是只是皆浑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海，而其佛言我从九愿劫，功德皆因时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受浑身遍满百千万里恒河沙石，每一时皆化百千万里身，每一生度百千万里人，临归金山怕用力损，之内盘罗丹力不法，所谓三十一貌一地一沙一尘不好法，我见土陀是过大，为言时真不以后是恶业众生为，如是三个佛，为言时真不以后是恶业众生为，而是佛占地藏菩萨，三灾三灾无处如息，如能成就九愿解，花红十眼光度将，即真菩提观众生一愿并抵三，二十佛母摩耶夫，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三座圆护众，造业差别说说宝，其实云何地藏大，千万世界难计佛，佛有第一佛无敌，佛有你人佛无你，佛有佛法佛无佛，乃至声闻毗湿佛亦复如是，为当第一罪报应，摩耶夫人从佛土，皆言闻一言无罪报所感我处，地藏大言声目为言听，我持所持佛目观，言圣者是二十地藏菩萨不
圣母，难念菩提最报应，如是多有种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彼，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或生，为方三宝不尽准，亦当多以无见彼，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尽准常住天无生离或戒断，自心引力或杀或快，如是等别当多无见彼，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善，先为沙门佛用常住其观归为被解，种种杂我如是等当多无见彼，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破戒常，财无不迷，饮食亦无乃至亦无不义起，当多无见彼，千万一劫求出无期，一众佛缘圣母多有众生作诸是罪，当多无见彼，求暂定菩提念菩提摩耶夫人从佛地藏菩萨，因何名为无见彼？一众佛缘圣母住有地，在大地为三智，其大地有一世法所，持有五百名号故，持有千百名智已，无见彼者其成作大八万亿，其成尊地高一万，成上佛其少有空，其一成中住一相，名号故别独有异，名列无见其作大。相高一千，其实铁为上火车，下火车上铁手铁锅，土火出此一枪子，东西欧洲一种有双，遍满万里一人手，之间其身遍欧半，千万人受罪一个之间身半重，中也所犯火爆子，有之罪人被受重，千八也差几亿欧，火压如剑烟如电，所护同抓脱也罪，忽有也差之大铁，重罪人身火重火，火重火被抛空粉，火之床上忽有铁，但罪人猛忽有铁手，教罪人尽败之间，其下长鞭发射梗，抽长抽斩阳凤管，可多铁残。生万事前，欲更如是东晋矣。求此无戒持戒坏事，即生他戒他戒持，转机他方他方坏，转境将即持戒成，还复偶来无见罪。其实如是又无是也干，故称无见何等为？一至日夜守。不是简洁，故称无间而真一人矣。多人以慢故称无。三座最其差方因受浪，对魔具装作作护堂，铁王铁生铁力铁，生过罗手作铁脚身，鸡吞铁王过硬铁子，从年禁止出那有他出处相连更无间。故称无间是这不闻难治你，江湖一地道有鬼，火龙火神火等位，最心铁看系统手，故称无间无则多多次，从出如是之拜前，一日一夜万事万事，就以连间战至不，此为夜惊慌斗手，一次连绵故称无。一张菩萨拜圣母，无见第一出所如是，罗光所第一罪记等，即诸菩萨一戒子，求说菩提摩耶夫，闻彼所有何障，听彼而对言故，众生一干并敌视。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佛佛，是真我成佛如来为圣礼，便拜千万力士，闻是神心就怕一切业报种，若非如来大智力，即不能作如是辩。我今有蒙佛护持之阿逸多成佛矣。六道众生坚定度，未然世间言不由。二十佛高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心识无定二悉皆，三悉皆果为善慧。今二生轮转无道，常无休息，通尽尘劫，迷惑障难如一游，将尸长流堕入尘，有福早亡一世更，无当有念如疾必是亡，雷跌总是光度罪，无复合离受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明定自在王怪佛，是真地藏菩萨列戒已，国华火焰金蒙世间因信长，威严十真列二十，二十十真高定自在王菩，谛听谛听三十莲，无当为如分别解，乃万国劫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叩首，二十有福好一劫自成就如来，因功成便知命行之，三十世间皆无常，挑一丈夫天人师破时，七破所名六闻，为出家时为效果，一一令国万位，同心十三道一种，七令国内所有人，多造种而二万亿，光说方便一万法，造成佛道当度时，临时无一一万法，若不嫌度罪故临时然，多知菩提我中未炼成，或告定自在万菩，一万法言造成佛，即一劫自成就如来，一万法言永度罪故众生，未炼成佛则其地藏菩萨，故一国其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明镜见莲花目睹，七破说明是世界香花之中有一路，不图众生因之教，欲以你人之业广，说是供养多汉文，欲言何等光目大，我以目望子的知乎九八为之恶目神，我取罗汉名之为入顶，见光目尼目多在我，说即大苦罗汉文光目，罗目在身多祸横，今在我其说即大光目大言恶目所起，为何时单一辈子，说是一辈多是其佛差佛之之尽时，及其名数千万古，尊作实名如祸海，罗汉名之为作谎，见光目言如果之正莲清净莲花目如金树花心香春乱果，光目闻利即受所，寻花火香而供养，不共金心别记载，不亦夜火梦见佛身金受访，如须弥山荒大广，而高光目如目不究当圣母，才皆极寒极当眼，其后天内被圣矣，微脉三日而难言，其手别其高一广，神识也言过报子，佛是如目就是安，直别如来列多大体，蒙日狐狸荒斗手，微下见真有护短，所连十三更落我，如有何极天无陀，光目闻说之目无语，更夜别提而别别，即是我目何
之魂，诸侯行业多异物，彼此大人以杀害为马而一所，都会蒙夫就罢无，一时也不为和谐。光目闻言第一罪，其实引落彼此谈，最苦只是不能成熟，百千岁中之过人。光目闻你体力好，而不恐皆厌恶主，用脱第一必是神，更无种罪激励我，十方之国是爱民，听无为母说话光大神，多多无母用力神，即使下贱乃是你人之用计不说，厌恶之尽者，非亲近莲花目如来想，且活百千万亿劫，因有世界所有敌，即上佛大主最故种，十言九八零力第一我，出生我鬼等如是罪报等，等今成佛心偶然佛方正正，发誓言力即闻亲近莲花目主，好告事业光目如大慈，三能为母发如是大，无关如母是善水，所持宝一生未还，所念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所命不可及，佛成佛国光度人，十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普度光母者，即无尽力菩萨，光目母者即邪多菩萨，光目尼作即地藏菩萨，过其九眼界，如是持名化恒河沙，光度众生未来世，若有难知你，不信善则信果，乃至不信因果，皆因妄语者，两舍恶果，挥谤大神，如是诸业种，彼多恶趣多一善持，千年一叹持，皈依地藏菩萨，十之众生即多谢，三恶道，若能执行皈依即战力者，香花一无种种者，何不饮食如是奉食，未来百千万亿劫，常在诸天所圣庙，若天福尽下圣人，又拜前皆仓未抵，方能一书你因果本，定知在王如是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祭神，光宣流不停止在万块佛，是真言不由，我当千万亿菩萨莫可，必能成佛为神，妄言是尽一言菩提利益种，定知在王菩萨不是真，何张恭敬作利用，何时十万天，即从左即何张恭敬拜佛，是真地藏菩萨依旧眼界，发如是大愿因我诸尽六度为，更发广大神，唯愿是真为我等，我告是天，三灾三灾无尽为如即为来现，天人同，妄力一故说地藏菩萨依沙佛时，天菩提内生是道，慈爱九八度脱一切罪苦种，方便直视十天王，唯然是真言要义，我告是天，地藏菩萨旧眼界，即足已经度脱种，又为彼愿持名持是罪苦种，不管未来无量劫，因般不断一世种，又发种言如是佛，依沙佛时皆言菩提，百千万亿方便而为讲，十天王地藏菩萨多依沙神，所数样断名，若一戒道所受贫穷苦子，若一邪淫所受结构艳阳，若一恶果所受奸尸斗争，若一毁谤所受无所忏果报，若一正轨所受所漏弄障，若一见顶所受所修未圆报，若一饮食误毒所即可业病，若一天的自尽所受金光上明报，若一本父母所受天地在杀，若一烧山念母所狂迷气死报，若一前后父母恶毒所还生变大现手，若一亡不胜主所骨肉分离，若一毁谤善报所盲聋喑哑报，若一青蛙慢脚所勇士恶道，若一不用忏主所以皆轮回第一报，若一无患无损所永在畜生，若一唐佛占座上神所轮回地藏，若一婆劫犯债所请所寄有报，回离回勇所所求切劫，若一无恶共告所别时下贱，若一良所斗乱所无所败手，若一邪见所遍地受损，如是等言菩提众生多疑，佛悉皆不坏见报，今出列所如是等言菩提众生亦干成，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十者众生先受如是等，佛陀第一动境界，无有出其事故如等护人护，无令十诸众业迷惑众，十片万文一地列品，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上。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众，地名号品地，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不地藏菩萨，人作言为天龙师，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所杀不施皆即言菩提最故种，所受报是第一名，即恶报等，是未来世末化种，只是果报地藏大，人作我今成不为，即大师之力列说第一名，即罪报恶报之，人作言菩提东方有。好夜皆为其善黑水，无热夜光有大地，好气无间有有地，大地忽有地，明内释迦忽有地，明内回答忽有地，明内火箭忽有地，明内加山忽有地，明内铜墙忽有地，明内铁舟忽有地，明内铁窗忽有地，明内铁牛忽有地，明内铁衣忽有地，明内前人忽有地，明内铁力忽有地，明内阳通忽有地，明内宝智忽有地，明内流火忽有地，明内更烧忽有地，明内灼烧忽有地，明内烧焦忽有地，明内丹炼忽有地，明内铁腕忽有地，明内正人忽有地，明内铁屋忽有地，明内多尊地藏宝，彼位子念有度十等地，其实无限更有交换地，八色地昏尿地，同色地佛相地，佛果地佛骂地，佛尿地佛散地，佛事地佛创地，佛量地佛印地。
需要的波比的云雪的烧手的烧焦的刀子的火舞的铁舞的火浪的炉石腾的其中各个忽悠出笑的火一火和三火乃至百千其中名各个不同的藏菩萨高普贤菩萨人者此者皆是当年菩提心恶种铁杆都是业力神能铁须弥能升级能藏生道是故种魔亲小我以为无罪之后有八千号手佛子至今七路口从南向红无更待我见尊不为力烈手第一罪报之为人人者暂停时普贤大言无以救之三恶道亡人者舍令我是魔化一切恶心种闻人者舍是令鬼地藏佛言人者第一罪其实如是佛有地其罪人舍是六根佛有地其罪人心也差是只有有地佛堂神为诸罪人佛有地持少同持罪人包佛有地持之火烧成祭罪佛有地一相谈佛有地无限魂佛有地春为己地佛有地多转口腔佛有地为壮雄佛有地单少手佛有地攀教铁手佛有地七字铁佛有地金甲铁人者如是等各个一种有百千种一道子无为是同是铁是是是或是四种种业心甘度光受第一罪等是一一一种更有百千种苦佛光多以我今成不为即人作文的受主罗光解说穷界不尽如来赞叹并敌何时时真即身荒大广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恶事诸大云神佛高诸恶事一切诸菩萨摩诃具天龙鬼神人鬼人天国今日成阳赞叹地藏菩萨摩诃一世皇世邪仙大不可思议为生慈悲子救护一切罪苦子无灭如何如等诸菩萨达具天龙鬼神灯光作皇为护持今日一切众生真灭幻所是一一会中有一菩萨名列佛光和藏公而不佛言今见时真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为人世间为未来世魔化种前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应过等十字天龙法即未来世众生定设佛我是世间高普光菩萨即是种地天地天无当为如地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福德神普光佛言未来世言要以文佛高普光菩萨未来世中都有善男之善女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和合掌作赞叹作礼作念母十人超越三世界罪普光都有善男之善女佛才华形象佛图四九金银铜铁作赐福一战一力则十人百万生一三世神永不多一偶道假日天不久下生人间有为国不是大力多有你愿你人生尽信功地藏菩萨华及兔石交其通体等如是如日故常以华相因是一无等才传王千报五等供养十三年今此一报你百千万劫更不生有你认识佛光胡说此为此愿力要说你身独特种诚实供养地藏礼皆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做你身胡子苦若有你人言是者多记并作单立地藏想实尽战力实尽止十人千万劫所说生生相冒险是错若你人都不愿你即百千万力神常为王你乃即王为在大心大藏者你端正手诸相圆满诸事行战力地藏菩萨护护的佛子普光都有善男之善女能对菩萨想做自己也即够用赞香花供养乃至千里多人都是等现在是同即未来是常够百千鬼神日夜为不临恶事则问起何况今受持佛子普光未来时若有恶人即恶神恶鬼见善男之善女会经供养赞叹赞力地藏菩萨行佛往生即为帮悟空即地一时佛如此佛变面为佛千人功佛一人为佛得人乃至一人生即为如是之人先接千佛灭度即会之常在二比地受记中最苦世界黄色乌龟有金钱胡说出身有金钱黄多人生中受人贫穷下贱诸根古居都被佛以来借其不久之间福斗我此国普光即为他人功常获此法普光被生而见鬼佛知普光的未来有难之你人就自闯求生求死了不可佛以梦乌龟乃计假佛有仙道佛斗言功归神就是夜水转乎王在命中久贪气普乐者此界是夜大轮未定尽中后难损佛不得已难逆俗不便时时担当归诸佛菩萨想高僧传读此经语佛弃病人可爱子佛以护宝别庄严舍对病人间高僧成佛某家等为视频对进香前说智等佛供养金香佛招佛菩萨行佛招他时佛烂油佛时常住如是三佛品千年文字加连诸事昏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三日四日知其日矣高僧佛高僧徒十人民众子俗养同罪足以无误见用得邪得受受生常住俗名佛方善男之善女诸事持经佛教人佛住俗化菩萨行乃至教人俗化受受果彼佛大力殊故普如见有人读诵时乃至一人赞叹时佛共
今作如昔拍现法，前世等人亲信魔，能夺未来现在千万不可思议功，不知不光作未来诸众生灯火梦火，天主鬼心乃祭祖，佛别佛提佛彻佛，佛空佛不是皆是一生十三百生千生，佛其父母男女弟妹夫妻者，杂以恶其为特处，无出希望福利久，当告十世故，十座黄边烟地偶，佛光如一神，前世前世令对诸佛菩萨相欠，自信自度十尽，佛信人度七世三，佛弃边度十恶道减，今生彼世便舍，当多邪多乃至梦寐止，永不复见复自苦，若未来世有诸下见等，佛怒佛悲乃诸之不知有之，皆诸是为要忏悔者，自信斩地地杂菩萨行，乃至一切子，连菩萨名可满万，如是等人尽自保，千万生中常胜中，更不尽上恶道，佛知不光若未来世，念菩提内沙利婆罗门掌，即是一切人，即一心中自有信真，佛然佛尼其日子，早已读诵持不思议经，更为连菩萨名可满万，此心生之佛然佛，所有养宝变得邪，安乐一样寿命中，若是生护生，战争安乐即一所，佛知不光若未来世，众生也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自如等诸罪劫，平其心中难念菩提种，即知动念无不实，无不实罪何况自心杀害切盗窃，妄以百千罪转能一时施展，对佛菩萨诸贤圣相，都是今一边东西人必拜有心，不知灾难当自取，若障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用力何其能一时展，每转一边先知定此即家无自红，一时红一时孤孤，当知地藏菩萨有诸事更不可说，百千万里大为神，利益只是言不中，一次大事有大隐，十诸众生问菩萨，见菩萨相乃至问世间三至五，或一即一即作现在数妙耳，未来只是百千万，常多断增生尊贵，何时普光菩萨问破土，怎样赞叹地藏菩萨，富贵何尝不可破，是真我就只是大事有诸事不可思议神，即大事言你为未来种，前知利益故问主，未然定说是真当何名字，是何因何流，佛告普光世间有善，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是理，愿知菩萨救愿之人，化大众言利益种，是故如等一言流，普光问你何尝功，所立而退第一种王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快佛，是真我观世缘护种，即心动念无慧时，脱后三地脱退时，如以偶缘念念成，是等别人如逆逆，无以众善见困见，诸佛神随多多义子，第一见护号千里，是自时有大理，不相扶持千领导，若大平地牺牲我，不在经历俗尘稀有种，同心好见偏自悟，是自众生有住持，临命终是护目前，以为舍护即住前，佛前还盖即难留，佛转读真经或供养佛，即住生相。乃至莲佛菩萨及彼此名字一名一号的人中人偶，或问在本世诸众生所造偶，及其看过彼得偶，愿是前世未定种，修持圣因度世种，悉皆消灭多人更为生世子，及其人类光照种，能识十诸种，用力而悉得圣人，所生妙道现在见，利益无量是故而今对佛事，及天龙八部将贵人，千里远菩提众生定种子，深入杀害及造偶，百计鬼神修诸王，何以不恶受杀，乃至百计无限好子，利益亡人担罪罪。专知神中家世来，佛现在身多护神分，承认天中原始林中必住见，朝时偶因一林是命中，阳雷对边万圣山，何方林命中，财神为成有少神，国际本列之受我，何人前世更未成，譬如有人从院里，绝良三日受护胆，强国白金护印里，更护少护一世主，真护昆虫是真我观烟护种，但能一诸佛教，乃至三世阴谋一地，一杀一真佛是理，其皆值得受是矣，会中有一种，明雷大便是藏州九正五神，花图十王仙。何当恭敬问地藏菩萨？大师是南天菩提种，命中之后消大减，为修功德乃至所在造众善，是命中人得大利。即是陀佛地藏道，当作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种，成佛为地列受时时，当作未来现诸众生，临命中人多闻一佛，一菩萨灭一辟支佛，不闻有罪无，悉陀悉陀陀有难之女，在身不修成，多造众罪命中之，见时消大为造福，一切生死即问之，何乃佛以六分功，身作之力一世主，未来现在三。问见之修分混起，无常大鬼不起有，明明有神为自罪，及其日内如是主，不在诸事辩论也。神殿之后即业手，为错之间千万种，佛光多一诸恶起，是命中人为得手，在其其日内念念子，王之骨肉见识一朝狐狸九八过世日，虽业手，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无邪投入都是无物见，多大地一千界万，用手中苦苦之长，若是罪业种，命中之后见识苦，为修因在之至也多，为在时间即因在此，迷甘才。
也不及矣。乃诸诸事为先佛，不得先知如有为，即不仅仅是命中，了不得离如仅仅不仅奉献佛身是命中，其闻佛于是故障，连故众生都能为其佛，乃至见是命中之所在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称万佛，所是一时道立天，有千万里那由他言不归，即化无量菩提之他便当作周立后，阎罗王中赞叹遍地，何时提为神？又无量鬼王一言落天，即道立来到佛，所谓恶毒鬼，多鬼王大正鬼，白虎鬼王邪虎鬼，慈虎鬼王三样鬼，威神鬼王癫狂鬼，能耀鬼王千年鬼，单车鬼王不是鬼，诸花鬼王诸火鬼，执事鬼王诸财鬼，诸持鬼王诸钱鬼，诸手鬼王诸美鬼，诸残鬼王诸命鬼，诸鸡鬼王诸仙鬼，三目鬼王四目鬼，五目鬼王七力士，大七力士王七力叉，大七力叉王阿耨叉，大阿耨叉王如是等大鬼，不故以鬼见诸小鬼，金鸡眼菩提国有手，国有手诸持之鬼，一眼多天之称破鬼，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即于道立在一名，何时眼多天，不归何赞怪佛，是真我等今作一诸鬼王称破鬼，即地藏菩萨摩诃萨，方得一次道立等，一是我等破三离，我见有效矣，敢闻是真为言时，慈悲贤舍护高阎罗天，知度舍闻护为主，时时阎罗天，禅地时真即会是地藏菩萨二怪佛，时真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百千黄边恶毒罪苦种，不持皮见是大菩萨，有毒时不可思议身痛止，难知众生护得罪，为救之间有毒我，时真是地藏菩萨即有毒时不可思议身，因何众生何故意至善，用其邪毒为厌食，为我解舍护高阎罗天，难念菩提众生即心刚强难跳难，是大菩萨一拜前，陀陀九八毒十种，昭林邪陀是最宝，乃至多大无极菩萨一方便，八智根本也，二千无十四智，只是缘故种，皆由习中心出现。老师菩萨究竟解，何作独特毕如有，名是本家无路险，即现道中多智也，即护狼师之万寿福，如是迷人在现道，即一直见即造主，由一直是多即大师，曾经十度乃即夜叉诸恶等等，不忘迷人一尽显，而一直言多在能知，为何是故而如此，又何一时能自知，是迷如人忽问时，从此显道即便退，求知此如是善知，提悉解说因自显，免知恶毒之利好，令得安乐而易之，多在迷人之境矣。无力时大师如如，诸然多持护身行，是迷如人一生感，临别之时之时有，若见今之即住如，若然若你言离此，多诸毒恶伤事行，无临时中之气气，是故地藏菩萨即大慈，九八罪苦种，生人天中天数秒，是知罪中之业道，脱多处理永不斩，如迷如人无路险，一善知之因界定，永不护之空间他人护见魔，是言因是迷故，多谢多见根不腐，若在离间有上迷，不解九成受路险，或诸十名如斗，地藏菩萨方便你，是令邪陀生人天，先留在如斗业界中，永处第一无邪陀，何时恶毒鬼，何尝恭敬拜佛，是真我等诸鬼，即是无量在阎浮，或利益人或生害，个个普通但是也报是若见是有现实，多何少三个人家，或曾以其罗庄严佛，或有男子女，修曼华三世乃至先一万里，烧香烧花供养佛，即菩萨香火专度者，烧香供养一祭品，我等鬼王经历时，如果其现在未来主，此时小鬼国有大，即土地分边令为，不连而是红，而边红兵乃至不留意，经历时所等，何况人人或战鬼，善哉善哉如等机一眼，能入时永护三难你，不以高皇王第十令为无无所事矣，鬼中有一鬼，名列主名拜佛，是真我本也，是厌恶人民生死时，我皆自知在我本，神力利益之事中，不会我力之灵神，即不得安后矣，是厌菩提人出生者，不问男女后一生，但作善事争一生，只令土地无量魂，拥护之母得大，利益见识后一生，深入杀害其祖先，攻击残母及光击剑，因就是恶果也想，能令之母不得安，后亦不是灿烂，又无是恶鬼及王亮剑，一是行邪时恶招灵所在土地里，呵护之母失灵了，何得利益如是者，艰难如苦便落足，他度土地方为少，聚集见识也是足，还亮主受诸母及，又厌菩提临命中，不闻善恶无一定是命中之，不若偶道护光诸修善，正恶离苦是厌菩提心善之，临命中生亦有百千恶道鬼，或变诸父母乃至诸君子，因皆亡人临落我，护光本照我，是真如是厌菩提难知你，临命中时生死魂，不变善恶乃至阎罗更无间，是诸见识当悉修大功，专度真经莲佛菩萨名，如是三年能令亡，离之偶道诸魔鬼，悉皆退散是真一切种，临命中生多多闻一佛，一菩萨名后大圣境，一切一切我观如是别，诸无间杀害者，小小恶为何多恶尽，心机邪陀佛高诸命鬼，如他诸葛能化如是道，一生时中护诸种，若未来时中有难之你，自生时时日暮退时愿，终令邪陀永得安，归万鬼佛，言不由离我必死，年年永护阎浮中，生时时时俱得安，但念诸众生一生时，心所恶已无不邪陀佛大利，二十佛高地藏菩萨是大鬼光诸名，一生尽百千生作大鬼，一生时中永护中，是大师慈悲眼故，现大鬼身是为鬼，最后
罗诃一百七十，当多成佛号业无相，即名安乐世界明净，其佛说明不可及，地藏十大鬼，其十如是不可思，所度人天亦不可限，成佛名号品地，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快佛，是真我今为未来众生，愿力一时一生死，得大利益为愿时，贫佛所知或高地藏菩萨，如今一生慈悲救八一切，罪苦六道中，愿不死一时今证实，为当数说无纪念，数六道必死，无亦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中，地藏菩萨快佛，是真国际无量阿僧祇，有佛指示号无边圣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门战胜空，即得超越世界生死中，何况数阿行，供养赞叹其人佛无量，有一国际恒河沙，有佛指示号报现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叹子，发心皈依是人亦无上，永不退转，有一国际有佛指，阿波陀摩圣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第一有，是人当得千万生亦有一天，何况执行成，有一国际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有佛指示号是之佛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念鬼，世人得以无量诸佛摩听说，有一国际有佛指，号具有神佛咒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之信赞，何故赞叹世人一现皆千后悔，为大梵王多受长，有一国际有佛指，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永不堕我，长生人天所生妙，有一国际无量无始恒河沙，有佛指示号报圣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我，常在天上所生妙，有一国际有佛指，号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生共济，世人不救得阿罗汉，有一国际无量阿僧祇，有佛指示号袈裟创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周遭一百大劫生死子，有一国际有佛指，号大同三王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周世人得以恒河沙佛光威说法必成佛，有一国际有净莲，三王佛之神，君明王佛之成就，无上佛妙手，满灭佛一秒，有如是等佛佛说佛是真，现在未来一切种，多天多人多难种，甘天多一波名，功德无量无空多，是众生等生死时，是得大利众不得我，若有临命中，家中见识乃至矣，为是贫人高僧念一佛，是命中人出无间，于业报等悉都晓，是无无间追随自己，东经一切了不得，真是临命中，他人为其成念佛，于是最终一见晓，佛光众生之圣者，佛无无量灭无量，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众。地藏菩萨本愿尽见性，较量不施功德言并地时，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作而起，富贵合掌拜佛，是真我观一道众生，较量不施有情有障，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大不离者，十世因为愿时，为我所知，二是佛告地藏菩萨，无尽一道立天，一切众为所言菩提不是教功德尽中如当地听无畏如是地藏本佛我一时时言要以文佛告地藏菩萨难念菩提有诸国在乎大乘大藏者大刹大婆罗门等多以最下品乃至龙禅林龙师无母如是风中不万机十大国王等亦不识若能极大慈悲含笑轻说遍布何事人是乱念为是国王等所获福如不识白恒河沙佛功德何以故言是过往一世罪病减别即不完即作化大慈是故菩提有如此百千生中常得其报极何况一世所不知地藏的未来有至国王之波罗门于菩萨是佛佛行乃至菩萨三万必至佛供至因般供养菩萨是过王等当得三界为第十所生妙乐都能一直不是故回向法界是大过往一世界中常为大幻天不知地藏的未来有至国王之婆罗门一线佛塔庙或至今回外婆罗乃能化信修是国王等或至隐般不劝他人乃至拜见人不是皆言是国王拜见生中常为观论王如是他人同不识拜见生中常为小国王更能一大庙发挥相信如是国乃至主人见证佛一是国宝无量无不知地藏未来时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见诸老兵及生长若一念见即大慈不是以妖因是佛是令安乐如是故最不是以一拜戒常为禁忌天而拜戒中常为留一天毕竟成佛永不得我乃至拜见生而不问苦生不知地藏的未来时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能作不是不是乎无量等等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何况十万转论时是故地藏不见中当度时邪不是地未来时中多善男之善女一过法
种种烧散，忙花沙正等，说说狐狸不够味，狐子地藏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于佛形象菩萨行，彼此佛形象转轮妄行，不是供养的无量，常在人天说圣妙，若能回向怀，是人狐狸不够味，狐子地藏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于大圣经天或天文一记忆，华严中心赞赞功，不是供养是人后大国，无量无边都能回向怀，其无不够味，狐子地藏都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于佛他是大圣经，行者不是供养站立赞叹恭敬合掌，若以古咒或回环，修不引离或度化，或劝多人同共化，如是等悲三世生，常为诸孝国，贪利之人常为论，贪利三花教化诸孝国王，狐子地藏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于佛法中说众善，或不是供养或修不他，或壮丽金殿观世音貌仪，一刹一地如是善，贪能回向怀，持人功德拜见神，所上妙罗如当回向之下见，或诸神离异如是子，即善神所罗所依度闻，是故地藏不是因，即是如是地生护瓦宾地时，二是见到地生本佛，是真我众喜，三是顶礼无量菩萨摩诃，即是大菩提是一生通智慧光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一至菩萨是愿神，是真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因缘如问世普贤观利名，一花百姓身心度一流，其愿上有彼，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是愿解，如千百亿恒河沙是真我观未来即现在众，一所主持一旦黄金戒指，一吐石竹木周期看，是中能数瓦乃至金印通，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站立赞叹是人吉，即得十种礼，何更为是一座土地峰，二座家在永安，三座先旺盛，四座先尊仪，五座收秀水，六座无水河，七座喜好彼，八座独觉悟，九座持入生，十座多一生，十真未来时，即现在众生若能一所主，方便多度是供，多度是礼，不可破言十真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一所主持有是情，即菩萨向十人滚轮转度经，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一分神，为护持真乃至随后道，大横小横一切佛，悉皆消灭佛高见到底，如大神力诸圣少，何以古言无土，西蒙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刀马之为古密宝，从地而有皆印如，有常成阳地藏菩萨第一子，日之功德即一生，百千别一常问题，若未来世中有善男之善女，供养菩萨即转度时，但立地藏本愿尽一世修行，如以本身力而用苦，无因以及杂害即不如意，则闻已有何更点，回旦如度后世人，已有十幻见，诸天见是拥护时，何故得如是生现用，皆有斩立地藏行，即转度时本愿尽，突然必尽出离苦，真内盘罗一世主，得大永不见闻利益宾第十二二十时真从天门上王拜前团立大号响，所谓白号响，大拜号响，广瑞号响，广大瑞号响，于号响，广大一号响，直号响，广大直号响，秦号响，广大秦号响，彼号响，广大彼号响，红号响，广大红号响，绿号响，广大绿号响，金号响，广大金号响，秦林号响，广大秦林号响，乾轮号，广大乾轮号，宝轮号，广大宝轮号，如轮号，广大如轮号，耶轮号，广大耶轮号，宫殿号，广大宫殿号，海印号，广大海印号，一定门上黄都是等号相广，诸位妙音高主导，天龙八部人为人等，听无尽乐意道立天，瞻仰赞叹地藏菩萨一人天中利益等，不是以超圣因是真实地，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以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名观世音从作我，不归何赞本佛，是真实地藏菩萨摩诃，即大慈悲临命最苦衷，一千万里世界化千万里，所有功德即不是为圣旨，我闻世间一时万无量主，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实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修习功，又不能尽相者有梦时，普告大众已称扬地藏利益等，唯愿世间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称扬地藏不是已，临天龙八部赞利佛，普告观世音菩萨，如一沙婆时，有大因缘周天罗，罗兰多尼多圣罗，乃至六道最苦衷，闻诸名咒见度行，莲目如咒赞叹主，十诸众生亦无常，必不退转长生等，据说妙罗因果讲，于佛手持诸经及大慈，令民众生及天龙法，听无先说地藏菩萨不是一义子，如当谛听无尽说，观世音言为难时，言要以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有天人说天福，有无衰相，佛有多疑恶道子，如是天人都难作，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行，何问地藏菩萨，一瞻一地十字天，转正天胡说大快，永不得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一炷香，一不饮食包别饮，不是供养说何功德无比，无量无边不知观世音多未来现在诸世界，六道众生临命
命中，得闻地藏菩萨一生利有根种，十住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何况定命中，父母见识将是命中，舍在财无宝别一无所化地藏心，不是病人为种子，云何见闻知道见识，将舍在宝别等为其诸生所化地藏菩萨心，世人所持业报佛所种病，诚实功德心记住，说明正义世人都是业报名，因有一切罪障业，佛陀而起作诚实功，命中之多即圣人，所生妙乐一切罪，悉皆消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之女，或入不随，或三岁五岁四岁矣，往事父母乃及往事兄弟姐，十年年纪长，十一父母及祖先，不知落在何生活世界生活天，十人都能说话地藏菩萨心，乃至文明一战矣，一日之期日莫退迟，文明艰辛战力功，十人尽数加引念，多有其作即当解，诚实难离兄弟姐，说话地藏心，战力功德心即邪，生人天中所生妙，十人尽是如有魂，一生人天所生妙罗，即诚实功德转生神，所无量罗十人根三七人，一心战力地藏心，天其品质满力王，当多菩萨先护边，居靠十人见是神，何以梦中菩萨先大神，亲临十人一住时，见知见识更能每日念菩萨面前，十一前世十人当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众生回护现世一世红，不知疾苦难是红是不入情，何况即生十人毕竟多菩萨莫定所，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一化光大士，救度一切众生，一修无上菩提，一处离善见，十者人当见地藏心，即闻名者知心鬼，何以香化仪，宝给饮食供养赞礼是善男女，所因俗生永无障，不知观世音度未来，有善男之善女，一求现在未来百千万里等，百千万里等，坦荡过一赞礼供养赞，地藏菩萨心，如是所言所求，悉皆成就护愿地藏菩萨，大慈悲永永护，十人一岁梦，即多菩萨摩顶所，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是善男之善女，一大神经天生是真，花不思一心一度一，从一名舍教师林，全多贤王东经典，不能读诵是善男子，有书也常未读手书，不一大圣经，无读诵心如是之，闻地藏菩萨，见地藏菩萨，想具一本心恭敬者，更一想法一护印，一切万机供养菩萨，一净水一沾净一日一，安菩萨前难后合，情如回所想，临如口舌之心者，无随即必生无心求，邪淫妄淫即诸杀，一切日后善去，是善男子善女，一睡梦中即见地藏菩萨现物变，一时人持手观顶，其人梦皆起火从，因此经典一利用，即当用即更不忘是一记忆，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智人，一时不足求则鬼，佛多病疾佛多凶，家在不安见识浑身，佛是红尘多来无，睡梦之间多有情，如是人等闻地藏，见地藏心之性空，连满万变是之不如意，渐渐消灭即得安，一时红衣乃至一睡梦，悉皆安乐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或因自身或因空，或因生死或因疾，如善林中过渡佛，乃至大水或尽显，十人现当年地藏菩萨命王，所过土地归顺为父亲诸作或拥抱岸，乃至风雨忽浪时，一切毒害不能生，或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言菩提有大隐，若说一诸众生见闻利益等，百千劫中所不能，是故观世音度一生，又不是金陵沙婆时，众生百千万，永受安乐二十时，何所及无关地藏为神，恒河沙皆所能，见闻赞利益莲，利益莲天无量，若难度你度龙生，今天当度我，执行皈依大事，所门专政主罪，少时父母恩爱，为之分身在佛，兄弟姐妹记住，生长以来皆苦，佛书佛法大事，别人站立不在，三七如中练习，菩萨当先无边，持戒坚持受生，通脱无其性处，若能不退是处，即获摩顶所生，一修无上菩提，乃至处理善解，十人即化大别，先当站立大事，将一切诸缘殊胜，永无业障能作，有人化心念经典，一度清明超彼，随地十言不实，先度先王夺回，十人一业障苦，一大圣经不能，供养地藏异象，一佛饮食住闻，一净水安大事，一日一夜修福，化因众心生无心，九罗邪淫即亡，三七如内无杀，持心十念大事，即一梦中见悟，即来便得离根，因是净教理由，千万神中永不，一时大事不实，能使十人后持，贫穷众生积极，家塞穷衰见识，随梦之中西苦，求得乖为无成，持心站立地藏，一切恶事皆消，只一梦中尽得，一时红脑神鬼，一路禅林即度，度我亲所即恶，恶生恶鬼并罗，一切诸难诸苦，单单站立即空，地藏菩萨大事，如是禅林大海，因是诸恶皆消，观念之心听无，地藏无尽不实，百千万劫所苦，光显大慈如是，地藏命之人多，乃至见相站立，香花一壶饮食，供养百千所妙，若能一直会化解，一尽成佛超生死，不观念入党，不告横沙诸国，诸类人天平第十三，是尽所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二者是言地藏地，如之神力不可思，如之慈悲不可思，如之智慧不可思，如之辩才不可思，真是十方诸
果赞叹先说如此不是意思，千万劫中不能得。地藏地藏即无尽日在道立天，一百千万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恶菩萨天龙八部大会子，在一人天诸众生为出三界，在不在众子无住一路无数诸众都其中一日矣。佛光更若无无间即阿鼻地，东经千万里无有出其地藏十大愿菩提种，执心无定悉有种，中华三心悉一起，若以我愿念念增长，一时诸苦厄昏时，百千里花都随其根。佛度陀之地藏无尽定心一天人，不知一路未来者，若有天人及善男之善女，亦或化种种少神，阴毛一尘一刹影，如一道利用护持，兼修无常无令退，不知地藏未来时，若天如人虽也广，若在我其令堕起，不知门说是之种，如能人多一佛，一菩萨名也记矣。大圣净天是之种，如一神地方遍九方，一世人所现物遍，为垂第一千令神，所生妙乐二世时，而说即现在未来千人中，无尽阴经护主，如与大圣同方遍度，无令多在诸佛。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不归何藏本佛，是真为言辞，不以为离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亦或化中一念功，或一百千方便度脱时，一生时中殊脱险，或看文字三思念念修，自然离无常，永不退转说是已。会中有一菩萨名悉空藏本佛，是真我知之道理文理如，赞叹地藏菩萨为生实力，不可思议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乃至一切天龙文字经，及地藏名之或瞻力显，得其中菩提为言辞，为未来现在一切种，离而所知或高悉空藏菩萨，一听谛听无当为如分别所，为未来时有善男之善女，见地藏心相即问存，乃至独诵相化有，一不等八不是空，赞叹赞力得二十八种理，一作天龙菩萨，二作三个日正，三作即圣上，四作菩提菩萨，五作一世弘智，六作即一菩萨，七作离水火灾，八作无道劫，九作人间情，十作生贵子，十一作逆转人，十二作未忘尘，十三作端正相，十四作多生天上，十五作祸为敌，十六作殊智禀通，十七作优秀解，十八作坚持恒，十九作诸红雄，二十作一道永驻，二十一作七处境，二十二作一梦满，二十三作仙望理，二十四作疏忽手，二十五作诸圣赞，二十六作聪明理，二十七作老子明，二十八作毕竟成，不足悉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问地藏名利地藏，或问地藏本愿时，赞叹赞力得其众矣。一作殊超神，二作无异雄，三作诸佛菩萨，四作菩提菩萨，五作正藏本，六作殊明者，七作毕竟成，二十四王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主，即大菩萨天龙法，问释迦牟尼，怎样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不可思议堪为神，十四道立天一无量相，天应诸因供养释迦牟尼，地藏菩萨，一切种非即复展，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相。